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HSK 四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，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，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，有超过80%的人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出国留学，但只有大约20%的人已经开始申请国外学校。很多学生希望出国留学。二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我从来没学过游泳，怎么去比赛呀？你去问问小王吧，他每个周末都去游泳。他想参加网球比赛。三，年轻就是健康，年轻就是美丽，不要太担心胖瘦，也不要太关心自己长得是不是漂亮，是不是帅。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年轻人应该相信自己。四，姐，咱们弄错方向了，去西边的公共汽车应该在对面坐，正好前面有个天桥，我们从那儿过马路吧。他们要坐地铁。五，我喜欢阳光，因为阳光给了万物生命，因为有了阳光，花园里的小草更绿了，因为有了阳光，天空下的海洋更蓝了。阳光的作用很大。六，第一印象是指在第一次见面时给别人留下的印象。第一印象往往是最深的，而且很难改变。第一印象不容易忘记。七，有能力的人可以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，而没能力的人
却经常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，这就是这两种人的区别。没能力的人没有责任心。八，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，长大后发现身边的图书越来越多，而时间是有限的，所以不仅要会读书，还要会选择其中的好书来阅读。好书越来越少。九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上网看新闻，因为这样很方便，网站的报道更及时，内容也更详细丰富。很多人仍然爱看报纸。十，虽然还有一部分宾馆会向客人提供免费的毛巾、牙膏和牙刷，但是每次出差，他都会自己带这些东西，很少用宾馆里的。他不愿意用宾馆的毛巾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五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十一，你钢琴弹得真好。我以前是钢琴老师，专门教儿童弹钢琴。女的原来的职业是什么？十二，小李，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吧，说说你有什么条件。我喜欢活泼可爱的女孩子。男的觉得哪种女孩子比较好？十三，王教授，您明天早上几点到？我去火车站接您。辛苦你了，我明天早上7:40到北京。女的明天几点到北京？十四，刚才太危险了，那辆车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突然加速，估计是新手，刚学会开车。那辆车的司机怎么了？十五，
今天是母亲节，记得给妈妈打个电话。谢谢您的提醒，差点忘记了，我现在就打。女的准备给谁打电话？16，校长，这份材料我已经按照您的要求改好了。谢谢你，先放我办公桌上吧。你再帮我发一份传真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7，真抱歉，明天我得加班，不能陪你去购物了。既然这样，只好安排在下周了。没关系。男的为什么不去购物了？18，你叔叔刚打电话来说，给你发了个电子邮件，让你查收。我正在收呢，真奇怪，一直说我的密码有错，没错啊。男的为什么感到奇怪？19，这个酸菜鱼如果能再辣点儿就更好了。再辣点儿，你真行，我眼泪都快要辣出来了。女的怎么了？20，我实在跑不动了，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吧。你才跑了10分钟，要坚持，至少再跑10分钟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21，小姐，这是我的报名表，是交给您吗？对，请等一下，请在这儿填一下您的联系电话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22，你们今天讨论的怎么样？有结果吗？大家都同意把招聘会推迟到5月12号。大家希望什么时候举行招聘会？23，那箱饮料可不轻，还是我来搬吧。麻烦你了，还得请你帮忙，谢谢你。男的在帮女的做什么？
24。你知道怎么去世界公园吗？我明天要去那儿附近办点事。我对那儿也不太熟悉，不过网上有地图，我帮你查查。难的是什么意思？25。大夫，我的牙最近疼得厉害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你先躺这儿。好，张开嘴我看看。男的哪里不舒服？第三部分，一共2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把这个文件复印5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3点吗？改了，3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，602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现在开始第26题。26。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呀？刚刚经理让我写篇总结，我正考虑怎么写呢。总结？哪方面的？快到年底了，市场方面的。经理让男的做什么？27。奶奶，我去打羽毛球了，再见。等一下，你把那个塑料袋拿下去，扔垃圾桶里。是那个红色的吗？对，就是洗衣机旁边那个。那个塑料袋是什么颜色的？28。刘师傅，您孩子要上大学了吧？我正想找你呢。你说让他报个什么专业好呢？国际关系？这主要还得看孩子自己的意见。也对，那我回去再和他商量商量。女的是什么看法？29。明天的考试有多少人参加？大约300人。这儿的座位恐怕不够吧？要不要考虑换到旁边的那个教室？不用，这个大教室实际上能坐400人。他们在谈什么？30。好了吗？你今天吃的不多。本来我也不饿，出门前我吃了块巧克力蛋糕。好吧，
剩下的我们带走？当然，不能浪费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31。下午的面试怎么样？顺利吗？还行，他们问的问题都挺容易的，就是当时有点紧张。什么时候可以知道结果？明天或者后天吧，他们会打电话通知。女的觉得面试怎么样？32。工作半天了，起来活动活动。好，坐久了确实有些难受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外面很凉快，我们去楼下走走。行，我顺便买本杂志。今天天气怎么样？33。有空的时候欢迎你来我这儿玩。好的，不过暂时可能去不了，最近事情多。没问题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快放暑假了，学校要组织老师们去东南亚旅游。男的邀请女的做什么？34。先生，这里禁止停车。这里不是停车场吗？不是，停车场在那边，离这儿不远。好，我马上开走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男的要去哪儿？35。复习的怎么样了？材料这么厚，我估计看不完了。来得及，复习要注意方法，要复习重点内容。只好这样了，这些语法知识太难了。男的认为应该怎么复习？36-37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提到结婚，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起爱情。爱情确实是结婚的重要原因，但仅有爱情是不够的。两个人还应该互相支持，互相信任，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生活在一起。36。结婚的重要原因是什么？37。两个人怎样才能很好的一起生活？38-39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
有个人看见一个孩子在路边哭，就问他为什么哭。孩子说，刚才不小心丢了10块钱。见孩子那么难过，那个人就拿出10块钱送给他。没想到，孩子哭得更难过了。那个人很奇怪，就问，我刚才不是给你10块钱了吗？为什么还哭呢？孩子回答，如果没丢那10块钱，我现在已经有20块了。38。那个孩子为什么哭？39。那个孩子现在有多少钱？40-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幽默是一种让人羡慕的能力，有这种能力的人能在任何事情中发现有趣的东西，再无聊的事经过他们的嘴都可能变成笑话，甚至让人笑得肚子疼。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给别人带去愉快的心情，所以总是受到大家的欢迎。40。幽默的人怎么样？41。幽默的人为什么受欢迎？42-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许多人都有过后悔的经历，其实只要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，就没什么后悔的，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全部做对。另外，让我们走向成功的，往往是我们从过去做错的事情中得到的经验。42。许多人都有过怎样的经历？43。什么能帮助我们走向成功？44-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今天你们终于完成了大学4年的学习任务，马上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我代表学校向同学们表示祝贺，祝你们在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，也希望你们以后有时间多回学校来看看。44。说话人最可能是谁？45。这段话最可能是在什么时候说的？
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